1.5天，在东大门夜市举办的2020花莲夏恋嘉年华和为期30天的2020红面鸭放暑假活动，在周末，也就是29、30号的晚上，分别以烟火和水舞秀来举办落幕的活动，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朝圣，为开学日前的暑假尾声画下句点。大家也相约明年见。自8月25日起，在东大门夜市举办1.5天的2020花莲夏恋嘉年华，邀请许多歌手卡司前来助阵。周六29日最终晚，告五人吴文芳等人接力献唱，压轴者由白冰冰以及金曲天后徐佳莹演唱，吸引许多歌迷涌入欣赏闭幕星空烟火秀。而自8月1日起，为期30天的2020红面鸭放暑假活动，30日晚间，尽管发生区域性跳电，经过台电1小时的区域抢修复电，活动随后正常举行，不减游客兴致。声光舞台剧搭配烟火和水舞秀，在观众的掌声中，也为暑假尾声一同画下句点。记者蒋邦彦大华联报道。